妈咪发生咩事啫？住喺隔篱嗰个何太话见到阿妈拎住包炭咁样手不手写，挨佢佢就唔应。咁佢可能担心佢打俾我咯。咁我咪系咁打俾阿妈，佢又唔听电话。上佢屋企又冇人喺度，我喺佢屋企咧，搵咗啲特登。财务公司？妈咪咪本身有啲积蓄嘅咩？点会搞到借财仔噶？ 杰仔，喂，撞到你啱啊！我部车今日坏咗，你介唔介意兜兜去医院啊？我咁梗系得啦，行住讲啦。边间医院啊？同我咪一样，威远。边个入咗医院啊？外母啊，俾人电骗，呃咗100万，真系巧唔怕旧。最紧要有人受。个骗徒啊，话自己系英国首相嘅朋友，又投资内幕。讲到尾，咪真系伦敦金。外母连埋棺材本，再问财姐借多100万，全部冇晒。 咁佢老人家要生要死，走去烧炭，好彩俾啲邻居及时发现嘅。100万话多唔多，话少唔少嘅。我有啲闲钱喺手，咁啊唔急住用嘅，借住你顶住先啦。唉，心领啦，钱呢啲咧，我最怕嘅，借咗嚟都唔知几时有得还，费事搞连朋友冇得做。咁你有咩打算啊？鬼叫佢老婆、佢阿妈咩？点都要孭埋佢噶啦。 老公啊，做咩啊？喂，攞住2000蚊嚟啊！冇钱交电费啊！哦，过我户口啊！过俾你啦，老婆啊，唔好咁愁啦。点会唔愁啊？老公啊！ 其实我哋嘅生活真系好掹掹紧嘅，真系唔系夸张。100万对于我哋屋企嚟讲系个天文数字，系天文数字。其实咧，妈咪都好惨噶，临老仲争来一身债。我放心我，我点都搞掂佢。多谢你。 大老公啊，你应承我，千祈唔好出去问人借，尤其系你班兄弟。如果佢哋唔肯借嘅，就伤感情；佢哋肯借嘅，我哋点还啊？我哋只得啦，老婆，放心啦，我有分数噶啦。总之呢坛嘢交俾我搞啦。反而咧，你有时间就多啲去探下妈咪，费事佢又乱咁做傻事。
呢一座系我喺入边挨咗五年嘅监狱，当年我好辛苦先走到出嚟，估唔到今日我要走翻入去。高高，你肯定今夜喺入边？金爷就将人到咗啦。嗯。唉，你出去同我准备下午茶。萨瓦迪卡，金爷，我都好耐冇嚟探你啦，请可托。呢个系我 P 郎阿祖。金爷。唔使咁客氣啦，我哋三個一樣嘅，喺度踎監。我喺度踎咗五年，諗都冇諗過可以有個咁嘅地方。呢度有錢咧，你搭個天堂出嚟都得啦。你兩個嚟咪同我借錢係嘛？冇得借嘅。高高帶我嚟見金爺。是同你认罪，无良是我杀的，因为他害死我老婆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高高跟我说，无良背后的金主就是金爷你，他的死令到你不见了很多钱，我知道这条数我迟早都要找给你，以金爷你的实力随便开句声我都可以发挥，但我希望今夜你可以俾多一個月時間，因為一日我仲未死，我仲有一個人要殺。你好聰明啊！劫獄救阿高高出嚟，就帶佢嚟見我，即係話我欠你一個人情咧，我要承擔啦。不如咁咧，你個仇人我幫你殺，你同我賺翻我嘅天文數字嘅錢，嗯？今夜呢一個人。我一定要親手殺。英國的朋友你們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務，現在無論是透過網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應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們的精彩節目，記得支持我們的新劇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還未是我們用戶的朋友，就快點 scan 這個 QR Code 和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優惠啦。各位 APM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黄浩然，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艾威，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啲 like 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多 TVB 的内容。